我覺得呢個課程嘅內容都係好實用嘅，譬如 project management、business ethics 咁樣，佢哋都係比較生活上嘅例子，同埋可以幫助我將來嘅發展嘅。我覺得呢間學校對於學生嚟發展係非常著重嘅，咁佢都會了解到學生有啲咩需求啦。我覺得學校係有著重我哋嘅意見，同埋佢都會希望可以配合到學生嘅需求。而一年制完成學士學位課程對我嚟講係一個優勢嚟嘅，因為首先配合我之前一年半嘅 High Diploma 課程，以及呢個 Top Degree 一年制嘅課程，咁我就俾人哋早先一步踏足社會嘅。